当局打算要推出 MV 来行销台湾，其中邀请到飞轮海担任主角，想要抢攻日韩的市场。那么另外还请到蔡依林演出其他的 MV， 想要抢攻东南亚。你的岛屿张开双手欢迎你，美食和热情没有人能抗拒。台湾美丽的岛屿透过飞轮海这四个大男生的歌声充分展现热情与友善，而今年再度成为代言人的他们还要在里头入境呢。可能日本或韩国的艺人的女生的艺人去担任那个女主角，飞轮海好像是一个主人一样，然后跟这个女生在台湾有各种不一样的经验跟火花。不同于以往几十秒的广告呈现，这次飞轮海要乘坐高铁，带着日本、韩国朋友饱览风光，品尝道地的台湾美食。日本去年的这个出国市场是大概负增长9%，来台湾观光目的别大概只有负增长0.2%。继续出击日本、韩国路线外，今年观光局更锁定小天后蔡依林抢攻东南亚市场。对东南亚年轻族群这些追星的这一块，以及华裔比较年纪高的，请九令来问，亚洲最高的大楼是？就是看好蔡依林的人气，观光局还特别找来吴念真指导 MV， 希望用歌声和温情能够真正打动东南亚观光客的心。